这几个月卖了超多摄影器材，就整个出乎意料。我原本以为就可能两三盏就很厉害，结果不小心来个15盏的摄影灯，就都是 aperture 的灯。然后我就是这样开心卖啦，那也算开心交朋友，就认识更多摄影同好。那有人就真的是开心玩，那有人是接案子，有人拍食物、拍人、拍小孩的，各种都有，真的是超酷炫。反正就增广见闻，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也算是交个朋友啦，真的超帅。